好，来继续来看鸿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，昨深夜开直播，大讲最近真夯的自由经济贸易区。啊，早起是亲身到台北花市买无穿一个花，店家是热情加迎接。啊，郭董的是真努力咧，冲刺着国民党的总统初选，嘛借买花机会来讲求而共识。台北花市生意人热情欢迎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结束半暝开讲。郭台铭为郭老师变成来买母亲节花蕊的查甫人。花木条咧，一向真霸气的郭董，加几分的温柔感，手搁提采买清单，顶面有写各种花花语。今晚是头一摆来花市，非常亲自挑花。我每次挑香水白的，不，前期那个老板娘她最喜欢香水白的了。对，就我他讲老板就是我前妻的。大头家亲身出门，目的当然不是干那要买花尔，是要甲摊商互动、听民意，为了国民党总统初选做准备。我觉得任何事情你外行没有关系，你要学。对，那像你看这个政治我也外行，那我也在学，有没有？自由经济贸易区的话题，甲两岸关系要安怎处理？郭台铭中心伊家己的看法。我讲的中国是两个中国啊，就是一中各表的两个中国，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。有了一中各表，我才会承认九二共识。不管是伫立法院还是伫会议室，郭台铭随时会使开讲。为了总统的初选，伊不管是拢有做准备。